妈的，谁能把这圆环阵解开，我就服他。哎呀，抱一个，抱一个，啊、哦，好感动啊，很真实的。表演完毕之后呢，也要听一下我们的评语了，好不好？先有个客客的一个基本基本的互动啊，我的表演啊，听啊。我系醒咗啊，我感觉系好似嗰啲歌声咁啊，唱歌我都留翻俾两位老师去讲，我就系讲我自己个人感觉，就系我觉得。好難得係可以喺舞台上面，姐姐唔會搶細佬嘅風頭，細佬一直都會係一路帶住。我覺得嗰種好好好啊，可以帶俾觀眾睇到喺舞台上面嗰種家庭嗰種，我自己都唔會難嘅，但我好感覺係點解好感動，好開心買到你咁樣。我知道你仲有好多嘅。好，咁多謝他哋。孫老師呢，又覺得他們的演技。虽然说现实生活上是弟弟，但在舞台上看到像是兄妹比较多，因为其实汉杰是歌手，所以他在舞台好像他的家一样，他做什么东西都很自在，然后也看得出姐姐是比较紧张，但他不可以因为要让弟弟圆梦，他宁可在舞台上演唱你的第一次送给你的弟弟。所以我觉得表现上面 Do you use Shopee Pay? You can pay at the store. Transfer money safely. 好，那谢谢盛明老师。那少平哥这一次看到他们的演出，有没有不同的感动？